目前啊，知识产权审判范围啊，已经涵盖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权、地理标志等权利保护，啊，以及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规制等相关案件。那应当讲啊，纠纷的类型啊，越来越多样。2013年以来，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273.8万件，啊，这个平均年增长是24.5%。我们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深化交流合作，向世界传递我国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鲜明立场。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啊到中国的法院啊来解决知识产权的矛盾纠纷。